看看新闻网。好，要说到最近最红火的明星情侣呢，一定少不了这个赵又廷和高圆圆这一段啊。五月初呢计划结婚，更紧接着爆出这个货真价实的浪漫婚纱照。对，虽说这个婚礼的具体日期好像是还没定下来，但是只要两个人一出现，那必定惹的就是骚动不断啊。还有很多情侣当时还有啊，谁？汪峰、章子怡啊，这个已经是这个很持久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了。又有新情节了，吃了火锅叫了一大班的保镖，这是为啥？就是因为太惹人注目了，就是没有保护不行。还有周杰伦、昆凌，你料很多吗？也很高调的。他们逛街，人家穿情侣衫，他们头发染个情侣色，这就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啊！来看一下吧。我不想让任何人再看到你跟我在一起。小编也觉得很 sorry 啦，因为你们这45度角转体3周半的高难度热吻，实在是想挪开眼睛都难呐。相比2012年赵又廷探班时候的蜻蜓点水，这次是不是要激情的多呢？而且这机场送别总是吻吻吻吻吻不够啊，这根本是马上结婚的节奏嘛。我说二位啊，婚纱照都拍了，婚礼哪天赶紧公布呀。